好久哦。你第一名的玩家是谁？杜维吧，就昨天的啦。我心想爵士蔡文姬，好像很帅。你们觉得怎样？爵士蔡文姬。然后我昨天还有去突破一些，不是啊。我昨天还有去重生一下，就是，是叫重生吗？就是，你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把他们遣返，拯救更多的位置。这样好了，我们这里先养爵士蔡文姬啊。军机可以坐下。哇，你不知道干嘛？所以我就说去掩饰我的主线了。我们至少掩饰一个 run 好，至少掩饰一个 run。然后军饷我再自己去打就好了。就这样。